这是我们家首饰啊！刘陈探长，这个请。哎，让让，你是哪位啊？我姓陶，是这儿的校长，最近呢，我们在这儿挖一口井，打算解决这周边的用水问题。你看，这没想到刚开始挖，就碰上了这个。哎，真是触眉头了。哎，这十多年来，这里一直没动过。小吴，在。 去检查一下，看能发现什么。是，探长。老爸。 通过死者的遗物来判断，可以断定他们的性别，左边的是个女性，右边的是个男性。啊，探长，有新的发现，发现一个女装戒指。小杨，将全部证物拿回化验所交给韩林。是。田生，啊，带唐校长离开现场。哦，唐校长，请。啊，好。 这是你要的案卷啊！好好。你说死者是你母亲宋敏和她的同事梁仲平？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那个戒指是我爸和我妈的结婚戒指，戒指里面刻着他们的结婚日期，还有相互之间的誓言。那只手表。 是爱丁堡医学院的纪念手表，梁叔叔只有一只。那个耳环，我最后一次见我妈的时候，她戴的就是那个耳环。你最后一次见到你母亲，是什么时候？ 我妈和梁叔叔去北平出差，从那以后就失踪了。已经10年了。10年前，发生了什么事？韩玲啊，哎，我的书呢？我在看。你看呢，懂吗？我喜欢看。快拿过来。哦。 妈妈，嗯，你是下午几点的火车？下午6点。那时间还早呢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出去了？我要先去一趟实验室，和你梁叔叔啊，还有工作没有做完呢。哦。把孟婆桑拿给我。哦。
这次去带猫博桑啊，是不是太薄了？我看啊，应该带本厚的。我只是打发坐车的时间，又不是打发一辈子。我月底就回来了，记得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，照顾好自己。啊！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又不是第一次出差。你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。啊，要不你去梁毅家待两天？不要，梁远那么古怪。不许这么说他，他只是啊不爱说话，还是很善良的。他不但不爱说话，整天嘴里还念念叨叨的，净说些奇奇怪怪的话，没人能听懂。他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应该有他的道理。我们只有进到他的脑子里，才能知道他在想什么。鬼世界。好了好了，韩玲啊，把这些糖拿给梁远啊。哎呀，你又给他买糖了，他都那么大了还吃糖。听话，梁远啊，他就爱吃糖，而且呢只吃这种糖。如果吃糖能带给一个人快乐，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好了好了，我会把这罐糖带给他的，甜死他。傻丫头。妈妈，再见。再见，保重身体。嗯。太太，请上车。再见。我妈的黄包车在巷子口转了弯，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消息了。我没有想到我妈妈她始终没有离开过学校。韩玲，把工作交给其他人，你休息几天，我让小吴送你回去。不，我要参加调查工作。韩玲，别说了，这种时候你们让我怎么回去休息？必须马上抓到凶手，我的心里才能平静下来。再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妈当年的事情，你们的调查工作需要我，你扛得住吗？我扛得住。梁仲平的家人呢？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？自从梁叔叔失踪以后，梁毅就和他的儿子梁远独自生活。梁远精神不好，不爱说话，只看书。学校看他们孤儿寡母，就安排梁毅管理图书馆，这样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梁远。他们一直住在以前的那所老房子里。梁毅也深信梁叔叔一定会回来的。梁远，你们好。请坐，请您慢走。有什么事可以帮你们的吗？哦，您就是周新梅女士吧？是啊，我是周新梅，大家都叫我梁姨。我是巡捕房的陈亨利探长，这是陈天生探长，你是梁仲平的妻子。哦，是。可是他已经失踪十年了。我们出去谈吧。超超，你帮我把小远带到阅览室去。啊，好的，谢谢你啊。来，走，跟我走吧。走了。啊，走。请这边坐吧。好。小远，你在这儿乖乖读书啊。陈探长想跟我谈点什么呢？你这所学校打算在校园的东南角开一口井吗？哦，
不是说在西面吗？据校长说，临时改了地方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昨天动工开一口井，今天挖到了两具骨骸。你该不会告诉我，那两具骨骸里面有一个是我丈夫梁仲平的吧？我知道了，二六八九是树叶的总数，有221片落叶，87片枯黄的叶子，还有45片被虫子咬过的。刚才啊，有一阵风吹过，吹掉了9片，所以叶子总数变成了2680片。落叶呢，就是230片，枯黄的叶子变成了96片。哎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这样也好。你不会因为你父亲的死而感到伤心难过。19216217148。哇，你又要考我？梁远，父亲的死，19216217148。钟平和苏敏是怎么死的？初步判断是谋杀。梁仲平生前得罪个什么人吗？他工作上的事情我不是很懂。这件命案发生的时间久远，我们没有太多的证据，所以任何琐碎小事都可能是线索，请你务必仔细想一想，梁仲平失踪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寻常的事。那个时候他们在做一个科学研究，这个研究本来是宋敏的丈夫韩达仁负责的，他手底下有3个教授，一个是仲平，一个是宋敏，还有一个是王世杰。可是这个研究只做到一半的时候，韩达仁的心脏病发作去世了。你没有资格这样跟我讲话。你以为你真有本事啊？你是靠着韩达人才爬上来的。事到如今，你想独吞这个科研成果，实话告诉你，门都没有。恐怕是你想独吞吧。你偷走了达人兄的研究成果，如果不是你私自发表论文，事情会到今天这步吗？你不但偷走了他的研究成果，还伪造文书，滥用公款。我非把这事揭发出来不可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！你说什么呀你啊？你说什么呀你啊？别再吵了，世杰，
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？我只是想对上面有个交代。上面催得急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他们要撤了这个计划呀。但是没有完成的实验结果是不能作为科学依据的。只差一点点就成功了，就一点点，它应该有效啊。差一点都不行。哎呀，我说宋敏呐，你怎么也这么死脑筋呢？上面懂什么啊？我们先把钱搞到手，这个计划才可能顺利的进展下去。如果计划被撤销了，我们什么成果都没用了。你难道要眼看着我们这几年的心血就这么付诸东流吗？放开！哎，师姐，不用再说了，你不长脑子你啊！傻呀你！师姐，你笨呢你？哎呀！你敢打我？你敢跟我玩真的？你敢打我？师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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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啊，师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打得好，好啊！你们让我没面子，就别怪我让你们也丢脸。别以为你们的秘密没人知道，别以为，哼！秘密？什么秘密？我不知道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仲平打架。如果说仲平生前得罪过什么人，那就是王世杰吧。后来王世杰还和他们合作吗？一个月之后，王世杰剽窃学术论文和挪用公款的事被学校知道了，就把他开除了。之后就再也没他的消息了。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？大概是1921年的9月份，仲平和宋敏失踪前3个月的时候。你怎么发现宋敏和梁仲平失踪的？学校12月份派仲平和宋敏到北平去开学术研讨会。当时他们说12月17号去北平，本月30号就回来。可是30号那天，我从早等到晚，都没有等到仲平。后来，我打电话到北平，那边的同事说，他们从来就没看到过他们俩去过北平。当时巡捕房调查了吗？查过，整整3个月。可他们俩像是在空气中蒸发了似的，没有一个人见过他们。怎么了？小袁，你们对他做什么了？没事啊，小袁，没事。我什么也没做啊，没事了。我看他一查就去扶他，没事，他就把什么推乱了，看散落这么一桌子，就成这样了。这孩子从小就这样。他周围的东西一乱呢，就崩溃了。好了，小袁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没事了。向梁太太道歉，没关系，我快点啊！嗯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没关系了，是我自己孩子有问题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把号码锁拿下来啊！来，拿下来。梁姨。他这么喜欢号码锁啊？他不只是喜欢号码锁，所有跟数字有关系的东西他都喜欢，比如像手表什么的。梁太太，我们先走了。如果想起任何跟案情有关的事情，请通知我们。好的，那我不送你们了，我陪陪他。探长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去找一个人。谁呀？王世杰，他曾经和宋敏和梁仲平一起工作，后来因为剽窃论文、挪用公款，被学校开除了。他是嫌疑犯吗？不确定。王世杰、宋敏和梁仲平都在韩达人的领导下做研究，韩达人是宋敏的丈夫。韩达人病故之后，他们3个人就有了矛盾。在宋敏和梁仲平失踪前3个月，他们3个人有过激烈的争吵，王世杰和梁仲平还动了手。后来，
王世杰说要揭穿宋敏和梁仲平的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不知道。他在学校里工作过，学校里一定有记录。探长，我们去查一下。嗯。有没有新发现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有新发现？瞧你装深沉的样子就知道了。哎，老爸，梁远很可能很早就知道他父亲死了。你有什么依据吗？他不是不能跟人交流，而是他的反应跟别人不一样。比如说我跟他提到父亲死了，他就会冒出1921、1217、1458这些数字。1921、1217、1458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不过他对数字特别敏感，他能清楚地计算出那棵树有多少片叶子，有多少片枯黄，有多少片被风吹落，有多少片被虫子咬过，所以这些数字肯定有意义。今天下午他还说了一些数字，1931、0826、1439，这些数字我也观察到了，而且在他发疯的时候表针正好停在那个时间，所以这个时间肯定有什么意义。老爸，在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接触过他。1931、0826、1439，1931、0826、1439。哎，梁远，你怎么了？1931、0826、1439，我想，后面的1439，可能就是2:39。你都是猜出来的？没有证据，可是我的猜测有理由。什么理由？你刚才跟梁姨去阅览室的时候，我发现梁姨看了一眼墙上的钟，那个时候正好是2:39，也就是1439，所以在那个时间里肯定发生过什么事情，而且梁姨知道这件事情。这么说来，梁姨知道梁远嘴里的那些数字的意义。依我看，梁姨在说谎。探长，我把我妈和梁叔叔的尸骨进行了化验，死因是中毒，初步判断是三氧化二砷，也就是所说的砒霜。梁叔叔的手表我也进行了分析，表盘有破裂，很可能是发生了撞击，所以表针才会停在2:58，很有可能2:58这个时间就是他们遇害的时间。1921、1217、1458，1921、1217、1458。爸，我知道了。1921、1217、1458就是1921年12月17号14:58。这代表什么？是你刚说的那串数字。什么数字？梁远一直在重复这些数字，1921、1217、1458，就是1921年12月17号14:58。1921年12月17号，是我妈妈和梁叔叔去北平出差的日子。嗯，没错，梁远一定知道什么。梁一是我妈的好朋友。他们13岁的时候就认识了。自从梁叔叔和我妈失踪以后，梁姨对我特别好，像生生母亲一样。梁远呢？你们熟吗？梁远他和谁都不熟，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他总是会念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文字，还有数字。我妈说，如果不进到他的脑子里，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我倒觉得梁远说话有一定的规律，只要找到正确的词语，他就会有反应。
尤其是对数字，他的世界仿佛是用数字组合起来的。那你打算怎么问他呢？不知道，不过要试一下。怎么试啊？也不知道，我想梁姨可能会懂梁远的话。真的？一个人不管多么古怪，只有妈妈最了解他的古怪，就像我妈妈一样，不管我耍什么花招，她总是能一眼看穿，对吧？韩林，我一定会抓住凶手，告慰你母亲在天之灵。其实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心里隐约感觉到，母亲已经不在了。可是，如果没有一个水落石出的答案，我心里始终放不下。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，某年某月的某一个深夜，我妈妈提着一个行李箱，打开房间的门，就这样回来了。是梁远。啊！喂，住手！没人了，快走！梁远，梅姐，梁远，血，手流血了，血，赶快送他回家吧。来，梁远，梁远，1921-1217-1458，看到了什么？1921-1217-1458。对，1458。1921-1217-1458。不要吃糖。不要吃糖，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哎，梁远，那1931-0826-1439。是什么意思？1931-0826-1439。对，1439。蚜虫，蚜虫，虫。这个又代表什么？不要吃糖。好，我不吃糖，我不吃糖。梁姨，梁姨，这是怎么了？梁远趁你不在家，偷偷跑出去，被几个小偷打伤了，还好我们赶到，所以才。儿子，妈看看伤到哪儿了。你别担心，他只是皮肉伤，没有伤到筋骨。梁姨，这儿啊。今天我们来是想问您几个问题。那你们坐吧。好。没事吧？梁姨，梁远所说的数字您能明白吗？那些数字有的我明白，有的我不知道。这孩子天生对数字比较敏感，他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计算，特别是他自己经历的事情，他会记得非常清楚。特别是对数字和时间。梁姨，那1931-8月26号14:39，这个数字你应该知道，因为您进阅览室的时候看了一眼墙上的钟。8月26号下午2:39，小远的智齿被虫子给蛀坏了，疼得非常厉害，最后就把它给拔了。所以一到这个时间他就想看钟，因为当时痛苦的记忆太深了。不过如果他不看钟就没问题。怪不得他不让我吃糖，我记得梁远以前还爱吃这种夹心糖。是啊，他爸爸
和你妈妈失踪以前，她爱吃糖，可从那以后，她就再也不吃糖了。是啊，妈妈那个时候也很爱吃这种夹心糖。梁姨，那1921年12月17号14:58，这个数字您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这是个新的数字。那我试一下给您看。梁远，父亲死了。19211117148。你们的意思是？起初，那天您跟我父亲聊天的时候，梁远没有任何反应。但我跟他提到父亲死了，他就说出这些数字来。梁姨，您看这个。这是梁叔叔的表，时间就停在14:58。表盘坏了，很可能是遇害的时候被撞坏的。哦，对了，当时梁仲平先生的死亡时间就是1921年12月17号14:58。梁姨，梁远那个时候到底在哪儿？他爸爸是乘那天下午6点的火车去北大开会，当时他说要去实验室一趟，所以就先走了。后来小远就不见了。那您知不知道具体的时间？好像是下午2点多吧。2点多，也就是14:58，很可能就是事发时间。梁姨，您让梁远自己出去啊？他以前也会像今天一样出去玩一会儿，很快自己就会回来的。你们真觉得小远他看见什么了吗？梁姨，您别着急，我们呢也只是猜测。儿子，你跟妈妈说，那天下午你到底看见什么了？梁姨，让我来试一下。梁姨，梁远，19211117148，到底看见什么了？唐校长大人。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唐校长，儿子，不怕不怕，儿子，不怕，妈妈在这儿。唐校长大人，唐校长大人，乖，起来！起来！谁呀？叫我好梦干嘛？巡捕房的人啊，我就喝了点酒，我也没撒酒疯，我也没上街打人呢。我巡捕房找你有事儿，我又没犯法，找我来干什么呀？1921年12月17日，你人在哪里？哎呀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连昨天的事儿都记不清了，更何况10年以前的事儿呢？你知道10年前宋敏和梁仲平一起失踪的事情吗？都10年了，怎么现在想起问这个？昨天我们挖到了1男1女两具骨骸，已经证实男的是梁仲平，女的是宋敏。什么？他们死了？你还记得你和梁仲平打架的事情吗？就在他们失踪之前。打架？我这辈子就打过那么一次架，居然和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怎么能忘呢？记得你最后说的话吗？那个时候说的话，我那个时候说的都是气话，那怎么能当真呢？你说好，打得好，
你们让我没面子，就别怪我让你们也没脸。别以为你们的秘密我不知道，别以为。你说的秘密是什么？纸里包不住火呀。自从韩大人死了以后，宋敏就跟仲平有了暧昧关系。当时在学校里面，那真是流言满天飞呀。自从十年前他们失踪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是借着出差的机会私奔了。学校里的学生也都以为这儿发生了一件浪漫的传奇故事。宋敏和梁仲平之间是真有感情？他们整天出双入对的，每次他老婆给他送的饭他都跟宋敏一起吃。那你说是流言还是真的？梁太太知道流言吗？我就没见过像她那么贤惠又大度的女人。有一天他又来给她送饭，可是刚好仲平和宋敏都不在。世杰。嗯啊，仲平呢？仲平跟宋敏给学生上课，应该还没回来吧。哦，那我等他一会儿。啊，西梅啊，有些传言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那你真的？传言只是传言，你一个科学家还信这种没有道理的传言啊？对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认识仲平和素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他们一个是我的丈夫，一个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。那些说三道四的人，哪个有我了解他们呢？仲平和宋敏的做人，我相信他们，我相信他们。你和梁仲平打架的时候说这是个秘密，可见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。后来打架之后，是你把这个秘密公开了。不是我。再怎么说，我跟仲平和宋敏都是好朋友，我只是说说气话，我不可能真的去伤害他们的。别人可就不像我那么心思手软了。听你这口气，你好像知道是谁想杀他们。唐校长，一定是唐校长。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杀人，但是这个人很贪心，又很好色，而且最重要的，他对苏敏早就有意思了。梁仲平，我今天很严肃地告诉你，你是个老师啊，有老婆有孩子，人家苏敏呢，一个女的，一个寡妇，你天天跟她搅在一起，什么影响啊你？放屁！你有什么证据？放屁呢？啊！我说你滚！仲平，我跟你说，仲平，别说，行了，冷静，冷静啊！哎呀，冷静点好不好？再一步，仲平是你，少说一句再见。校长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，你不会放过我。我告诉你，校长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所为。你把话说清楚，仲平，我们怎么了？哎呀，我们怎么了？你说呀！再说，干什么呀？这是，你们干什么呀？这是。大家都在气头上，少说两句行不行啊？有什么话以后再说。仲平，仲平是个很温和的人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韩大人死了以后，他就变得很暴躁。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大概是九月份以后。对，是去北大之前的一个月左右。你还记得其他什么事情吗？我记得被开除了，被学术界遗忘了，后来连自己的名字都快记不住了。我现在只记得酒。你看看记录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签个字你就可以走了。
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拿去吃点东西，好好活着，做点有用的事。同学，请问唐校长在哪儿？哦，在那边。哎，老爸，老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1921年12月17号下午2:58，梁远可能真的看到了作案过程。今天我用1921、1217、1458这些数字来问他，他的反应是唐校长打人，所以我猜，在这个时间里，当时。他肯定看到了唐校长和梁仲平在争吵。王世杰也说唐校长对宋敏有非分之想，在他们出差前一个月又吵过一次。这么说，唐校长是头号嫌疑犯。怎么样，这个案子有进展吗？这个案子还麻烦陈探长帮忙尽快破案啊。案子一天不破，对校内的损害就会一天天的扩大呀。唐校长，1921年12月17日的下午，你是不是见过宋敏和梁仲平啊？这都是多年前的事了，我怎么会记得呀？你叫他们去北平参加学术研讨会，那天就是他们出发的日子，想起来了吗？哎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我在实验室里头是见过宋敏和梁仲平。那您能说一下具体的时间吗？学生还没有放学之前。应该是4点之前。你看，这就反应了。宋敏，你看，你去德国的通知下来了。唐校长，你说什么？啊，宋敏没跟你说过吗？他接受了德国药厂的聘书，打算去德国几年。宋敏，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要走？宋敏，你看着我。仲平，我是为你好。梁远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你妈呢？你告诉我，为了我好是什么意思？孩子在这儿呢，有什么改天再说。我不管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哎，校长。苏敏，你现在就告诉我。校长，校长。爸爸，爸爸，梁仲平，爸爸，我告诉你啊，宋明去德国是他自己的选择，我这个顶头上司还什么都没说呢，你生那么大气啊？校长，校长，算了，真是荒唐。陈探长，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教书的，从来没做过犯法的事儿啊，我那天真的是劝梁仲平不要对宋明那个样子，所以。你最后看到他们是和梁远在一起，没错啊。你怎么证明你不是凶手？哎，我发誓，我肯定不是凶手。韩林，唐校长不是凶手，如果他是凶手的话，就不会在藏尸的地方开警了。那当然了，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嘛。在那之后，还有人去过实验室吗？应该没有啊，我下班时候路过那儿。门都上了锁，以为他们去北平了。校长，王世杰说你喜欢宋敏，是吗？是，那也没什么丢人的，他丧夫我丧妻，我觉得是件好事。可你妈不同意。唐校长，王世杰说梁仲平曾经为了宋敏打了你一顿，
有这种事吗？哎呦，梁仲平跟我打架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。王世杰看的那回啊，是他们失踪前一个月，当时我正想发布一个惩处命令，让宋敏停职一年。为什么要听我妈妈的旨？因为学校到处流传说你妈跟梁仲平搞婚外情。校长，我妈和梁叔叔没有婚外情。你那时还小。那这件事情梁姨知道吗？应该知道的，她第二天来找我来了。她找你干什么？她来问我说宋敏和梁仲平是不是有了感情。那你怎么回答的？我告诉她他们是有了感情。校长，你说话太不负责任了。你韩玲，我确实认为他们是有了感情呀。梁仲平为了你妈打了我多少回了，梁仲平过去脾气一直很好，哪像那个样子一天到晚的打人呢。你胡说，我不相信。唐校长，你告诉梁太太之后她有什么反应？她哭得是一塌糊涂。所以她认为梁仲平和宋敏一起背叛了她。没错呀。1921年12月17号下午2点58分，不是梁仲平的死亡时间。当时梁仲平的手表被撞坏了，梁远看到他跟唐校长在打架。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呢？梁远一直说不要吃糖，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好像梁远什么事情都知道，可是所有的事情都藏在他的脑子里。韩玲，我有话要问你。探长，您问吧。你妈妈和梁仲平一起做研究总共几年？7-8年了。他们的关系好不好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王世杰说10年前学校有留言说你妈妈和梁仲平。探长，我妈和梁叔叔之间是清白的。我只是想求证王世杰和唐校长的供词，没有对你妈妈不敬的意思。我明白。韩玲，你不要生气。爱情是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一件事，有时候爱上了就是爱上了，谁也拦不住。而且他们两个人朝夕相处了7-8年，很有可能日久生情。探长，我妈和梁叔叔之间没有婚外情。据我所知，自从我爸去世以后，我妈她把全部心思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和照顾我身上，包括我妈妈现在的工作，她也是为了完成我爸爸的遗愿。我明白。探长，你可以去问问梁阿姨，10年前流言满天飞的时候，梁阿姨始终没有怀疑过我妈妈，因为她跟我妈妈是好朋友。肯定是唐校长在说谎，肯定是他在说谎。如果梁阿姨要是怀疑我妈妈的话，她不会对我那么好的。我会查清楚的。跟着我，一、二、三。对了，一，对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玲玲回来了，叔叔你真笨。哎，宋敏，来，坐坐坐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过来。妈是在教你梁叔叔跳舞呢。明天是你梁阿姨的生日，叔叔想给她一个惊喜。哎呀，可是你杨叔叔真的不是这块料啊。妈妈教他一下午了，他就是学不会。叔叔不会跳让你笑话了。那叔叔我来教你。你呀、啊、你是个小调皮。
昨天有人闯入你家？对，他逃走的时候撞碎了花瓶。那丢什么东西了吗？什么都没有丢。那好，今天啊，赶紧去你家埋伏。你可别，我还是告诉探长，让他来处理吧。你说，让你这个天生神探给我当贴身保镖，这要出点什么事儿啊，你妈还不把我碎尸万段？瞧你说的，以后谁还敢嫁给我啊？你妈妈肯定会给你找一个特别好的媳妇儿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的，要温柔一点，要胆小一点，还要胸大无脑。是胸怀要大度一点，脑筋嘛，小一点了，一点点就好。太聪明的女人啊，不好对付。那，肯定不像你这个样子了。像我怎么了？你还有说啊？像我怎么了？老虎！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。我就说，好了。梁姨，韩玲，这么早啊？来来来，进来坐。梁姨，我们今天要带梁远去问话。为什么呀？根据唐校长的供词，1921年12月17号下午2:58，当时梁远看到唐校长跟梁仲平在一起争执，而且是梁仲平手表被破坏的时候。后来唐校长走后，梁远、梁仲平还有宋敏在一起，所以梁远现在是最后一个跟他们在一起的人。可是你们知道，我的孩子他不能正常和人沟通。梁远虽然不能正常和人沟通，但他的话是最真实的，也是我们最可靠的一个证人。只要我们找对方法，还是可以得到一些线索的。韩玲啊，我不想再让他受刺激了。你想，他要是亲眼看见他爸爸被别人杀死了，那是件多痛苦的事。梁姨，这么多年了，难道我们就不痛苦吗？没有音讯，没有消息，一个解不开的谜。我曾经想过种种可能，一种比一种可怕。我真的需要一个答案来结束这些噩梦。好吧，这么长时间了，该是个了断的时候了。哎，梁姨，梁远在房间吗？在，我去叫他。哎，人呢？哎，梁姨，梁远人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快通知巡捕房找人。回巡捕房。哎呀，哎呀！可以开始了。哦，你想问什么？唐校长说十年前你曾经去找过他，你问他宋敏和梁仲平是不是真的有了感情。我是去问过他。那个时候啊，学校到处都是流言蜚语，你想不信都不行。但是您相信他们之间的关系吗？我刚开始是信了，可是后来我去找了他们俩。今天我们三头六面的把话说清楚，如果你们俩真的有了感情，我就成全你们，我带梁远走。没有的事，心美啊，我们那么多年的朋友了，我和达人的感情你是知道的。我们相识、结婚、生子，你见证了所有的一幕幕，为什么你还不相信我呢？我没有信不过你，我只是信不过他。
新梅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对不起你和孩子的。是真的吗？真的。新梅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，你不相信你的丈夫，不相信你的朋友，却去相信那些陌生人制造出来的谣言。是啊，造谣的人肯定是别有居心。放心吧，新梅，我是不会背叛我们的友谊的。既然今天我们都说清楚了，那我就相信你了。新梅，您真的相信吗？我相信，我相信我没有嫁错丈夫，我相信我的朋友。所以你不再理会那些流言？流言只是流言。但是他们失踪以后，您还能相信他们的清白吗？你只能相信，那样的话，至少他们还会活在我的心里。听你的口气，你好像很早就知道他们已经死了。他们都失踪十年了，我只当他们俩发生意外死了，否则我会有更加可怕的想法和设想，那种胡思乱想可以把人逼疯的。哎，我来帮你拿吧。哎，我来吧。哇，好沉啊，这么多书啊。你以为做法医很容易啊？要不断的进修，不断的吸收新的东西才行啊。哦，哎，很沉吧？我还是自己来吧。哎，没事的，马上就要到家了。对了，你为什么一直都跟着我？昨天不是有人闯入你家，我怕你有性命之忧。你是来保护我的？那当然喽。哎，谁保护你啊？你还用别人保护？你，哎，给我！哎，喂，别生气了。哎，这样就生气了。你不是说我有生命之忧吗？那你离我那么远，你怎么保护我？哎，就离这么远，你身上有刀，我还怕我有生命危险呢。走了。认识你这么长时间，第一次让我来你家。我一个女孩子住，哪能随便带男孩子回来啊？哎呦，你们女孩子真是的，鞋子这么多，比我衣服都多。怎么了？我家东西好像被人动过。这里很干净，很整洁，不像是有人偷过的样子。就是太干净，太整洁了。哇，韩玲，把实验室都搬到家里来了。东西怎么都被摆得那么整齐呀？难道说，这人专门帮你打扫房间？哇，比佣人还勤快。谁？什么人？梁远，梁远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来，给我看看。
是我妈的耳环。梁远，你告诉我，这个怎么会在你这里？36190043。36190043。你知道这些数字？是我爸和我妈的结婚纪念日。36190044。不可能，梁远不可能看到戒指上的刻字。36190044，把它作为密码箱的密码。36190043。36190。难道说零四？他见过那个箱子。36190044。梁姨，梁姨。哎呀，小远，你到哪儿去了呀？你把妈妈都急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全巡捕房的人都在找你呢。喜欢。妈知道你喜欢韩玲。韩玲啊，我们家小远从小就喜欢你，只是他这样，要不我早就上门提亲了。我知道他配不上你，如果他说了什么话的话，你千万别在意啊。没关系的。啊，梁姨，梁远一共有多少个号码锁？有十几个吧。那个时候他爸爸在的时候，只要是出了新的号码锁，都会给他买一个的。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？为什么呀？梁姨，梁远跑到韩玲家，把这个送给了韩玲。梁姨，这个是在我妈妈遗体上找到的，这两个正好是一对。梁远有韩玲家的钥匙，有韩玲妈妈的耳环，还不停地在重复着一些数字。36190044。36。这是我妈的皮箱号码锁的密码，也是我爸妈的结婚纪念日，1904年3月6日。所以我们猜测，梁远有韩玲妈妈皮箱的号码锁。梁远随便说的一句话，你们怎么能相信呢？梁姨，他的话是最真实的。王世杰可能撒谎，唐校长可能撒谎，甚至连你都可能撒谎。一个正常的人就有可能撒谎，但是梁远不会。他的话虽然支离破碎，可句句都是实话，只是我还不懂而已。梁姨，你就让我们看一眼吧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当我们是瞎说。那好吧。告诉我对不起谁？妈，哎呀，你们不要这么逼他嘛。梁太太，宋敏的号码锁为什么会在梁远的手里？是梁远拿回来的，那是17号。仲平乘下午6点的火车去北平开会，当时他说要先去趟实验室，大概下午2点多钟，仲平就拿着行李先走了。之后，小远就不见了。
原来我还以为他只是自己出去玩一会儿，可是过了两三个小时他都没回来。小远，小远，阿姨干嘛？哦，对不起啊，认错人了。哦，梁太太，梁太太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在找小远呢。小远呢？他都回去了。哦，是吗？是啊，快点回家去吧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梁远，梁远。梁远，哎呀，你怎么把糖罐子给砸了？不要知道，不要知道。好好好，我们不要吃糖啊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啊，不知道。对不起，妈妈。小远，对不起，妈妈。这是谁给你的？对不起，妈妈。小远，对不起。你在说什么呢？对不起，妈妈。那你告诉妈妈，刚才你到哪儿去了呀？爸爸，爸爸。平时小远说要去找爸爸，那就是去实验室，因为仲平几乎把自己的所有时间都放在实验室里了。梁月不知道仲平那天出差，他以为爸爸还在实验室，所以我就去了实验室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我没看到什么，实验室里什么人都没有，因为那个实验室几乎是仲平专用的，里面什么人都没有。对不起，妈妈。我今天才知道，这是宋敏的锁。妈妈，我也不清楚梁远是从哪儿弄到的，我甚至不能确定梁远失踪的那一天他是不是真的去仲平的实验室了。梁姨，但是我可以确定梁远12月17号14点58分的时候去了实验室，而且还看到了什么，不然他不会对192112171458这些数字这么敏感。不要吃糖，不吃糖，不吃糖，不要吃糖。梁姨，您说梁远自从父亲失踪以后就不再吃糖了吗？对。阿玲，你说梁远只吃一种夹心糖是吧？对，我妈也爱吃这种糖，而且还经常买。那现在还买得到吗？嗯，买得到。麻烦你帮我买回来。嗯，好。你们干嘛还要买糖来刺激孩子啊？梁太太，稍安勿躁。对不起，妈妈，对不起。不要吃糖，不要！你拿走，快拿走！你看把他吓成什么样子了！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的孩子呢？梁太太，请原谅。他对糖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一定有原因，我们职责所在必须查清楚。阿玲，把糖给我。没事啊，没事。不要，不要拿糖，不要。哎呀，梁远，不要，糖里有什么？你别急，不要吃糖，不吃糖，不要啊，不吃糖，不吃糖，不要吃糖，不吃糖，不吃，不吃糖，不要，不吃糖，不吃，毒，梁远，毒。梁远，谁吃了糖？宋姨，爸爸。梁远，这是谁的糖？我的糖，我的糖。梁姨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们？梁太太，你知道什么？请你老实告诉我。
梁远虽然没有办法正常跟人交流，但是他不是一个笨孩子。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，在门口发现了一只死老鼠。小远，哦，你干什么呢？老鼠。从哪儿弄的这些呀？乳房。仲平啊，以后你实验室那些有毒的东西不要带回家里来。为什么呀？今天小远用你书房里的砒霜和针头做了些有毒的夹心糖。哦，它是用来毒老鼠的，可是我怕它吃错了。好，以后把书房的化学药品都带回实验室。那些砒霜和有毒的糖呢？我给你锁在你书房的那个书柜里了，那些糖我给扔了。我记得那天我把那些有毒的糖都扔了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出事了。命案当天你在实验室里到底看到什么了？我到实验室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。救命，救命，救命啊！我在地上捡到两张糖纸，我又想起梁远回到家时把他的糖果罐子给砸碎了，他还不停地说着不要吃糖，不要吃糖。我当时很害怕，是故意的，肯定是拿错了糖。他平时看见你妈妈就会请他吃糖。不知道，不要吃糖，不吃糖，不要吃糖，不吃糖。儿子，妈妈不吃糖，大家都不吃糖，不吃糖，不要。团长，求你网开一面，他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快起来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在牢里我会找人照顾他。小吴、小杨，是把梁远带走。小远，小远，我的儿子。好像还有隐情。我觉得梁远不像是凶手，他是个极其有秩序的人，而且放东西有条不紊的，他怎么会拿错糖？1921-1217-1544
1921-1217-1546 1921-1217-1547我爱你。1921-1217-1547我爱你。我爱你。1921-1217-1547谁爱谁？1921-1217-15481921-1217-15491921-1217-15501921-1217-15511921-1217-15521921-1217-1553别离开我。1921-1217-1553别离开我。陈大长，干什么呀你？你不看这什么地方？我这来撒野。哎，不是，陈大长，我是教授。哎呦，你干什么呀？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别管我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人怎么？陈大长，陈大长，你们都搞错了，梁远不是凶手，周新美。周新美，周新美才是杀人犯呢。那是10年前的事了，就在梁仲平和宋敏出差前的3个月，也就是他们的船员闹得最沸沸扬扬的时候。那天，他老婆又来给仲平送午饭。新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怎么没进去啊？仲平呢？仲平没在，宋敏在呢。进去吧。不了，我家里还煲着汤呢，我回去。哎呀，你把饭盒交给我，一会儿我交给仲平。不，你让他们俩去食堂吃，我先走了啊。我向陈探长发誓，我说的是句句实言，要是有半句假话，让我这辈子都没酒喝。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整天迷迷糊糊的，我这要不是在街上看见那报纸，我哪想起这些陈年旧事啊？你说的话是真是假，谁知道？要经过求证之后才算数。什么时候给钱啊？等破案之后。探长，情况不对。你放心，他很好，你很快可以去看他。那你来找我还有什么事啊？王世杰今天来巡捕房了。那个混蛋是不是说当年我差点毒死我丈夫？不错，
所以我来向你求证一下。是，我是想毒死他，可是我下不了手。当王世杰发现我带给仲平的饭菜有毒时，他马上告诉了宋敏，而宋敏很快就来找我了。当他找到我的时候，我茫然地走在街上，这时迎面来了一辆汽车。你不要命了，赶紧走。新美啊，新美，神经病，我看你找死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我朋友有点不舒服。太不像话了，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新美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？我成全你们啊，我成全你们俩，我成全你们。新美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听我说，自从韩玲她爸爸走了以后，我心里始终只有她一个人，从来都没有变过。可是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钟平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徐梅，你听我说，钟平他现在只是一时糊涂，只要我走，只要我离开，你们一切都会恢复到以前一样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要离开这儿？我已经决定带韩玲出国了。啊，是真的吗？原以为我们的生活从此就平静了，没想到梁远却把他们给杀了。梁远却把他们给杀了。梁姨，梁远没有杀人。妈，小远，妈，儿子，我的儿子，儿子不怕啊，儿子不怕。梁姨，梁远没有杀人。小远，小远没有杀人。小远，梁姨，梁姨，让天生给您慢慢讲吧。咱们去那边坐。啊，小月，来坐。啊，让我们把事情从十年前开始说起吧。1921-1217-1458，唐校长打人。1921年12月17日，宋敏和梁仲平两人原本要搭乘下午6点去北平的火车，但是他们要等一个试验结果出来。宋敏，所以在出发前，你去德国的一直待在实验室。唐校长，这时候你说什么？唐校长来了。宋敏没跟你说过吗？他接受了德国药厂的聘书，打算去德国几年。宋敏，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走？宋敏，你看着我。仲平，我是为了你好。梁远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你妈呢？啊！你告诉我，为了我好是什么意思？孩子在这儿，有什么话改天再说。我不管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校长，苏敏，你现在就告诉我。梁仲平，校长，校长，
送命去德国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有我这个顶头上司还什么都没说呢，你生那么大气啊你？校长，梁远看到了父亲的表，停在了2:58。真是荒唐。1921、1217、1547。3:47的时候，梁仲平对宋敏说：“宋敏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”别这样，我爱你，仲平。我们之间根本是不可能的。我已经决定去德国了。1921、1217、1553，3:53的时候，梁仲平对宋敏说：“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。”1921、1217、1608。4:08的时候，梁仲平对梁远说：“我对不起你。”“我对不起你。”宋敏，既然你已经做了决定，我祝福你。1921、1217、1612。仲平。4:12的时候，梁仲平对宋敏说：“我们永远都做朋友，永远都做朋友。这糖代表我对你的祝福。”谢谢你。1921、1217、1615。不要吃糖！不要！不吃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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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咱没人吃糖，咱不吃糖啊！不要！咱们谁也不吃糖，乖儿子啊！1921、1217、1615，也就是宋敏女士吃下含毒夹心糖的时候。我妈妈是梁叔叔杀的。没错。怎么可能？他那么爱宋敏。梁仲平早就想好跟宋敏以死殉情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杀了我妈妈？你妈妈应该一直没有接受梁仲平，不断拒绝他，所以他钻进牛角尖，再也走不出来了。他怎么能用死来逃避责任？他怎么能杀了宋敏？他怎么能抛弃我们不管？1921、1217、1630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1921年12月17号，下午4:30，也就是梁仲平先生的死亡时间。梁远重复的这句话，就是梁仲平先生想要对您说的。对不起，妈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终于破案了，妈妈。梁太太，韩玲，破案了，可以好好埋葬他们了。